做门面的话，又没有影射的意思，就是门面的话，大家会希望当然越白越好，可能会比较上相，然后比较有一种干净的感觉。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，他这个牙哈，在你们牙医界有名哦。我那个牙医很口耳相传哦，有名称吗？学名有吗？白包白或者是白包白什么的，这真的好说吗？是我们都俗称。他们叫马桶白，对不对？对，马桶白。对，马桶白。金姐姐，我叫 Ruby。嗨 ，Ruby， 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太亮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是不是？被牙医师认可。对呀、啊，牙医师傅太亮。卢米要好好讲话哦。这个是医生，那个医生是很像现在江湖有流传呐、啊，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拍到有一个牙医师戴着太阳眼镜在看牙，就一拍。潘若露，太亮了！我连护士潘老师几点？两点，大家就找太阳镜，没戴墨镜。其实假牙是很多人都会装，那你有的时候就是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个假牙推荐，那他们都不采纳。因为有的人就是会想要说，既然我做假牙了，就想要越白越好。你这句话是冲着谁讲？珍贵性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说很多人，但是正常的牙齿是稍微有点乳白色的。对对对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会希望它比较自然一点，跟其他的牙齿是很 match 的。就是说。假牙是可以选颜色的，可以。OK， 那它其实也有那种几乎跟牙齿一样的颜色，有啊有啊，就看色阶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很多很多种颜色，就是有些看起来其实是不会太，还有12种色 ，shiny 对不对？嗯 ，shiny，shiny，shiny，OK， 不是哇，他刚刚我看的这个 monitor， 他讲话这边好像有灯在嘴巴里，多半大家会选择超乎你意料之外的白吗？如果是做门面的话，又没有影射的意思，就是门面的话，大家会希望当然越白越好，可能会比较上相，然后比较有一种干净的感觉。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，他这个牙哈，在你们牙医界有名哦。我那个牙医很口耳相传哈，白成这样，你知道那个牙齿，潘若迪老师的牙齿，大家就。失败的牙齿，上面四颗，下面四颗，所以我是全瓷冠。哦，对，但瓷冠也可以挑颜色啦。对啊，颜色是我自己选的。我牙齿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需要，我常常在外面，我有很多活动。我们的身份，所以我需要。我在处理，你把我们也看见。对啊，好，是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教跳舞，你是要很多人嘛？所以你可能要很多人注意到他的，不是他站在台上，不是他那天是怎么样？他那天是去看牙齿太累，然后那个牙医说你要什么颜色？因为他很痛，他就拉了一下他衣服。哦，你要我白袍的颜色？那最白，那最白的，开玩笑哈。颜色是自己喜欢，你可以去选择。只是我选择喜欢，所以他这种白有名称吗？学名有吗？白包白或者是白包白什么的？这真的好说吗？是我们都俗称他们叫马桶白，马桶白对马桶白。马桶白。哇，老师你知道，老师会下的太大声了。马桶白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的牙齿弄成马桶啊？不是，其实蛮多人弄这样子的。那我请教，欧美会因为颜色而价钱不同？不会。我价钱是一样，那当然要牙马桶白啊。没有，他是会用一劳永逸嘛。牙套的跟瓷冠的不一样，瓷冠比较贵，牙套在十而已。这个牙医是知道，会有不同的价格。对，是。那他这个白到底要多久才会恢复成我们自然色？不太会啊，他一辈子啊，没有，他还是会暗一些，但是不会。他90岁的时候牙还那么白，还这么白，很好认。不是，我这个是因为将来要烧的时候比较好找。不会，因为他只剩牙齿，他找什么？设立子很清楚嘛，不会烧被烧掉。对啊，只剩瓷冠，那不设立子还可以啊，可以，很棒很棒，很美很美，太棒了，小小弄。把我太阳眼镜拿来，眼镜好，我这样好刺哦。康顺，其实我们棚里可以灯都关掉，也是看得到。对啊，看到他而已。他就是一个 spotlight， 是啊，可以不要一直在弄这里。你说，常常有患者不爱刷牙，但是后果。病情很严重，严重到怎样？就是有遇过老人家，他戴活动假牙，就是晚上要拆下来，对，每天要拿上拿下，吃完东西要拿起来刷，对。但是有遇过那种，就是他牙痛来，然后不是要拍 X 光片嘛，那要先拿起来嘛，因为假牙不会痛，是自己的牙齿痛啊，要拿起来，他就不愿意，他就说我没拿下来过。
然后就听了就好恐怖，难以想象，难怪会牙痛。嗯，然后就拿下来的时候就跟裹了青苔一样的感觉，哦，结石啊什么那些的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好可怕啊这个，因为他没有刷过啊，他就不愿意，他可能怕他的自己的牙齿会掉下来或什么的，他就不敢拿。他们装起来牙，他原来你牙齿还在是不是？有原本有牙齿的，也有全部都没有牙齿的。那没有牙齿就可以不用清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会沾一些，可能就用纱布擦一擦，或者还是要拆下来啦。就是主要是那个要擦。现在是做活动的多，还是做那个植牙的多？看每个人的需求跟年纪或者口袋喜不喜欢。因为那个做真的那个很贵，牙贵哦。因为整做整口牙，对啊。但是植牙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像我可以咬拔蜡了，就是它真的就是跟真的牙齿一样。但是确实是要花一点时间，对，花一点时间。我大概做了快一年的时间，对，两个月。我这边还有一根，对啊，还有一个还没有上，目前还没上，时间也拉蛮长的，就拔掉嘛，然后再装钉子嘛，对，两年，然后在骨头里面，再慢慢弄嘛，对对对 ，OK， 那蛮久的，两三年。但因为有的老人家他就会怕手术，他就或是觉得说我用又没多久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？怎么这么灰色，这么悲观？但是就活到125岁啊，可以传给后悔，传给后面的子孙。还是你要现在呼吁一下，跟大家说，其实看牙齿不要那么担心了，现在已经科技都非常进步了，有很多舒眠的装置，其实让你不必那个。像我的女儿现在才小朋友最怕就是看牙嘛，是对，你看女儿她装了4颗，就是上面的那个大臼齿的那个牙套，也这么白吗？没，她是因为小朋友要换牙，她有点蛀，所以她换了之后，她就是舒眠，她完全没有感觉的。所以她跟同学讲说，哇，我好喜欢弄牙齿，我现在牙齿不会痛。其实现在看牙有很多种方式哟。舒眠，像刚刚潘老师说，舒眠就是有点像睡着一样。对，你起来都美国很多都是这样。对，你醒来就都弄好了。不痛。戴一个猪鼻子嘛。没有，现在不是。像是以前我们看的，以前是戴猪鼻子，他就睡着，就开始弄，起来就都好了。弱迪牙出现。那个机场可以过吗？可以过吗？机场跟那什么过？我又没有金属。金属他不是，那不是金属的。他那个是瓷。那个我也有问过了，他那个不是像钢的那种，所以它金属，但是它不会叫嘛。哦，应该金属的也不会叫啦。但是太白会叫。植牙的也会。就哔哔哔，怪，牙这么白，一定有鬼，怪。用什么粉？立冬要提问。是啦，因为我本身是有这个牙周武王的这个外号。牙周武王。是牙周武王。牙周病。牙周病。然后有口臭哦。一连串的这个，因为牙周病会传染。会吗？会经透过那个口沫，会不会？因为它是细菌造成的，对啦，所以你有可能接触过，你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。那你不拉稀就没事啊，哇，然后所以要治好，不然你不会有那个另外一半的，因为你会造成另外一半压力。那牙周病的治法是什么？清洁，就一直清洁。就是因为牙周病，它其实就是长期累积牙结石，它有点像一个慢性病，所以我们就是除了我们治疗之外，就是病人本身也要清洁得很勤劳。你要去买那个冲牙器。冲牙器，然后牙尖刷都要牙尖刷牙线，真的。其实冲牙器很有用。我现在好乖的刷牙，是因为自从我看我爸他在治疗牙周病，我在旁边一直看他怎么弄，看完之后我整个有阴影到现在。啊，那牙周病到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候，那牙齿整个拔掉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肉是烂，然后他要把那个烂的肉把它刮掉，自己刮。怎么？但是医生挖，自己有人自己在挖肉的吗？太恶心了！哇，那这种画面很恐怖。不过现在做牙医跟以前挖不一样，不是完全不一样，可以比较的。现在牙医非常进步。怎么？哪个方面？想说挖肉的部分有什么差别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小时候看牙齿，永远是那种很金属的，你知道，heavy metal 的，就叽嘎这种。那现在就比较好一点，没现在放 EDM 那种。没有，现在有的是那种，你看现在有无痛洗牙，然后什么什么很多方法帮助你对于看牙医没有那么恐怖。对，现在就有3D 立体的齿模，就是你有些人换了牙齿，有的是一颗牙齿要花多长时间，4个钟头之内他就可以把一颗临时的假牙做出来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喜欢赞助潘若迪？是，你看真的很会捧梦，你要了解，你要懂嘛。但是因为刚好牙医是在那边，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你马上的齿模，它3D 一扫描之后，你马上就可以出来。但你牙怎么办？你有选的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谢谢。